您说，有关这迪花洲的传闻？多谢仙人大救。抓紧离开吧。民间常说，幻解央厨，仙人项羽。相传，古有先民祈愿，阎王帝君闻祈愿之声，合七星之意，筑望舒客栈于花洲高处，又遣金鹏上仙镇守要地，蓬团九万里，垂意护人间。从今往后，仙人相携，保享世间灯火数百年。您问传言的真假吗？所有的灯火，所有祈求平安的愿望，我都已经听到了。